大家好，现在是周四晚上7点。我上个礼拜五晚上在 Hungry Panda 的中超上面订了一只榴莲，昨天晚上刚收到，然后今天准备拿来吃。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不喜欢吃榴莲，但是我个人超爱的。我不觉得它臭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口感特别的丝滑细腻，是我喜欢的感觉。我刚刚花了半小时，终于把榴莲给开出来了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。我没有想到开榴莲那么麻烦，所以就挖出了这么多。